可以玩上高，时间11:59。佢而家時間11:00，所以8號星期三。即係今日有玩個 BL1 嘅，即係兩次 MVP， 全部三次。即係頭先走去跑，即係因為食完食嘢之後就唔跑，真係。即係就唔知道有咩功課做，因為佢冇寫到，即係只知道即係喺星期六。首先在12月2日，即是星期六，12月2日，去这个龙鼓滩，龙鼓滩那个鲤鱼门那个海滩都垃圾，由下午1:45到5:30，不是到5点，应该是，即是这个，即是要参加，个个都要参加，凡是地理那些都要参加，即係寫上，即係之前有人 po 咗張相咧，即係要考下你。佢就話：老公，我係姓黃嘅，你係姓李嘅，咁我哋生咗個仔出嚟，啲係姓馬嘅，你講係姓馬嘅。哎，我想問點解係姓馬嘅？嚇，好簡單啫，因為黃加馬得你啊嘛，因為一個姓黃，一個姓馬，一個姓李。皇马里唯有是一个球队叫皇家马德里，即系皇家马德里，我即系 FIFA 17写都用呢个角色去玩。即系以我印象中咧，好搞笑啊！个皇家马德里，皇家马德里即系影衰，我觉得我自己好似影衰成皇家马德里，即系皇家马德里俾人系咁俾人逐出场，即系意思系好多人犯规，即系好似 C 朗咁样 ，C 朗。他就之前獲得一個獎，這個球員獎啦。但喺裏邊咧犯規，跟住犯到俾人逐出場玩到。我覺得好似影衰就係影衰咗 C 朗咯，好似。即係睇即係皇家馬德里出，即係其實即係這個。犯規都已經好耐，即係我最後一次玩都已經28嘅，即係犯規咧喺今年嘅1月2日，同埋今年嘅1月24，唔知24、25唔記得咗。即係我覺得好搞笑，即係逐出場噶啦，佢自動放棄比賽，因為佢話冇足夠隊員就要放棄比賽，佢咁寫嘅。即係預計都唔好涼，即係雖然就即係一夜晚就即刻涼翻好多，夜晚都有温差廿幾度左右嘅。即係實際上我出去一定唔會著褸，即係要去聽個講座。
即係我最想去嘅，即係我最想去嘅，即係最想去嘅，即係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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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想去嘅，
約期嗰中午幾班，即係實際上，即係去到即係王菲亦都係想玩機動遊戲啫。同埋有啲人最中意就係玩就係買公仔，因為嗰度有啲公仔賣。我之前都見到，不過我唔買，因為我唔想嘥錢。啊，真係諗唔到仲有啲咩賣。搭車我識啦，因為南港嗰線東段開通咗之後，可以搭地鐵過去。平時之前因為南港嗰線未通車，我去27號2月嗰陣時，舊年，所以我喺金鐘站轉926去海洋公園，嗰架巴士去海洋公園。所以之前冇咁方便，但係地鐵係快過巴士。即係金鐘最底二台去南港先去可以半島，所以我搭呢架車1分鐘即係到。不過呢架車就得3卡啫，即係會如果繁忙時間一定逼曬。雖然話第一個工作日係好順暢，即係嗰個翻工翻學，即係今年1月3號係第一個翻工翻學工作日，因為1月2號係呢個元旦翌日。因為1月1號係星期日嚟噶嘛，星期日就有翌日嘅，好著數啊！自己今年，即係頭先食完飯，即係下晝食完飯之後，即係1點10幾分翻嚟嗰陣時，即係咁啱俾我喺嗰條路阻張振南同埋佢嘅同學嘅 friend 啊！即係實際上我係佢見我唔到喎，實際上成日都見我唔到嘅。即係點解我話我憎呢個人？其實實際上好多私人恩怨，因為好簡單，有啲喺小學發生，有啲係今，有啲係而家發生。即係唔知點解，我好似聽到咧，之前聽佢好似講緊壞話，因為我嗰時即係佢又喺14號食嘢，我喺14號食嘢，小係4號星期六，我食佢食嘢嗰陣時，咁啱我偷影我影佢嗰陣時，咁啱佢見到我。跟住同啲 friend 講咗一句嘢，雖然我聽唔到佢，聽唔到佢講乜，我聽到佢講呢句嘢。喂，咩32加咩32等於咩64，又話咩32加32都110幾。哇！呢個都計錯，即係我係判斷到實際上佢睇過我段片，即係咩32呢個32事件係咩嚟嘅？32事件就係、是。在今年3月26號，即係呢個面線漲價單嗰件事啊，即係無啦啦110幾蚊俾人呃咗錢嗰個啊，即係憑你講生意，我一定知道你想邊度講嘅。即係估唔到啲死人，大家永遠都唔改。我之前當你係朋友，而家即係實際上我之前。當你兄弟，但而家我當翻你契弟，唔守承諾嘅，又喺背後講人事，講人壞話。實際上我絕足好耐，因為小學嗰陣時放學嗰陣時，即係我就放學翻屋企，即係我就唔想同佢一齊行，佢就係啲偏偏係都要跟住佢，係都係要佢跟住我同佢一齊行，我都催佢唔準嗰陣時。跟住就亂咁話人，話人有咩病，即係自閉症話人。唔係，即係佢唱佢講嘢比較大聲，甚至實際上咧喺舊個應該係話我之前6月初嗰陣時就發現到佢有另外一個頻道，即係 YouTube， 即係睇到嘅，即係佢拍咗幾條片之後就唔拍嘅。即係話佢唔守承諾，點解啊？
即係佢一條片叫介紹自己，佢就話我之前拍咗廿幾條片咧，後屘唉我鏟曬，鏟曬，即係之前拍完之後又鏟埋，鏟曬啊！跟住咧，我而家就重新介紹自己啦。我咧就叫張俊林啦。我咧日後會拍啲打機片啊，拍啲足球片噶。所以你中意又好，就留意啦；唔中意咧，都俾翻個意見我啦。係咁先啦，拜拜。即係佢講明拍打機片同埋拍呢個咩足球片，但係佢冇守承諾嘅，我唔叫你拍嘅。嗱，打機片你喺嗰條頻道有出過，但係足球片咧，足球片好似冇出過，即係你係唔守一個承諾，實際上。即係其實我唔係想點解要指明佢，就係佢。守承諾，我覺得佢真的不守承諾。即係事實上，即係我即係呢條片之後，我 friend 就話佢傻咗。即係有一條片就話試食呢個好似咩百佳過期嘅果 jam。即係首先嘅開場白唔係話大家好啊，佢係以個 rap 形式去。即係佢係噗噗噗噗噗噗噗，切切咁樣呢個 rap 啊，即係我 friend 覺得好白痴啊！所以我話唔想見到佢，但係實際上我見到佢，但係佢見我唔到嘅，即係佢好似今日翻放本人，唔知咩原因。有啲話佢考試做乜嘢？你哋而家張卡有冇效噶？我而家唔知張卡仲有冇效。即係隨後十二月就入下線度，我仲有大把嘢想喺十二月講。即係已經捱咗第二個全年，第一個全年就喺2016年。我即係話2016年嗰陣時發生過好多嘢，或者是最深刻嘅就係之前嗰單嘢，同埋今年最都係稍微都係要難忘，難忘意思係永遠都記唔到，永遠都唔會唔記得。最難忘發生喺2月3月，應該係2月尾到3月初啊。不過唔使開估，唔使開估，你已經知道我想講乜嘢。所以話放 B 嗰啲永遠就係我最難忘，難忘就意思係嬲到永遠都唔記得啲嘢，所以叫難忘。即係佢就將即係。學校將個學期由三個學期變咗兩個學期，即係話考試會一月考嘅第一學期，同埋有啲新法例改變咗，就係話如果你班用手機用超過3次嘅話，就唔會包機，同埋去廁所唔俾帶手機，因為帶手機代表人唔專心，即係所以你去廁所唔可以帶手機。即係如果老師見到你廁所即刻手起身話你有冇帶手機，所以我揾制啲都係唔帶算，即係唔係話如果你帶手機，你帶手機廁所唔知嘅話會記咩小過，真係好驚嘅。我之前已經俾人記咗，以前已經咩啦，瀨嘅屎啊，而家又再瀨，係要食屎啊！
我未做功課啊，唔知使唔使做功課。佢又冇俾答案喎。